个凡人，要我主演的内丹做什么？谁要你那恶臭的内丹？从头到尾，我要的都是不进墓。费尽千辛万苦啊，终于找到那位大人要的不进墓树枝了。据说，这是世间最后的一只不进墓，可要好生看着。八年前，你将我千辛万苦，在这世间找到的最后一根不进墓吸入体内，足足找了你八年。别再过来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都说了这么多了，我还怎么可能乖乖的让小白兔扎针呢？赵远洲，感觉你的法术施展不出来了呀。小九，你想清楚。真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击妖司文萧杀害丞相，拘捕逃窜，罪大恶极。崇武营奉命抓人，挡路者死。丞相遇害，崇武营过来抓人，说凶手是文萧小姐。荒唐透顶，怎么可能是文萧？多名丞相侍从亲眼所见，文萧当众懒吗？
说文萧上了马车之后将丞相残忍的杀害，鲜血滴了一路。所有家丁仆人均亲眼所见，马车内丞相已经尸骨不全，文萧满身鲜血，逃之夭夭。一派胡言！文萧一整晚都在机要司内，所有的守卫都可以作证。我整晚都待在这里，被我爹爹责罚软禁。崇武营摆明了是栽赃陷害。丞相遇害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应该不会随便栽赃陷害。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。现在情况未明，两边都有大量的目击者，我们无法自证清白。卓大人，你还是带着文萧小姐先走吧。趁崇武营关闭城门之前，我带文萧尽快出城。不，我不要出城。他们认定了我会逃，所以此刻天都城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话是如此，可是天都城说大也不大，崇武营在天都城兵力十足，两三天就可以搜个底朝天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所以还请司徒大人收留。啊？那个房间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封起来？啊，那是卓京的卧房，他常年卧病在床，怕光怕风，很多年了。文萧小姐，来，随我来吧。嗯。小九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你要不就先住他的房间吧。现在不就欺诈了？崇武营之前一直忙着抓妖做研究，给他们捅点娄子，正好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你已被温宗宇影响了四感，万一再被银针封了最后一感，那你岂不是……我堂堂大妖，哪那么容易被取内丹？你还是先担心自己，怎么洗脱这个残杀丞相的罪名吧。没想到温宗宇表面上妙手仁心，背地里却如此恐怖，深藏不露。深藏不露的大有人在。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带人查到这里。小九，小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来见我娘的。哎呦，好朋友回来了。你不是说我回了天都就能见到娘亲了？能。小九，你吃过饭了吗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去给你做点你喜欢吃的东西。麻烦司徒大人多备三副碗筷，这里还有三个人呢。赵远舟、裴大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从崇武营的地牢逃出来了。
怎么说着说着就跑了？怎么，又要去崇武营报信了吗？赵远洲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想各位都误会了，那封信是我故意这么写的，我就是怕我们家小九有危险，所以才会。不是误会，白九的确是崇武营的细作。细作？你为什么要帮崇武营？还记得怀书经绑住你时我跟你说的话吗？小九，我认真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事情瞒着我们？记得，那我再认真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大家？那你是愿意做一个叛徒，还是做我卓一晨的朋友？小主大人，你们还会相信我说的话？只要你说，我便信你。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娘。我娘呢？我娘呢？这就是你娘。你胡说。你爹没有胡说。你娘本就不是人，你娘和英磊一样，是半神半妖的血统。她诞生于上古时代，与众神同龄。没错，你娘是白帝少昊和剑木神树的后人。你娘真身和化为白泽之力的神木同源，灵脉相承，所以八年前血月白泽令的消失使他受到了重创，被迫化出真身法相。娘亲，娘亲。变成了树，变回了真身，那他为何一直不和我说话，不愿回应我？白泽令丢失，神女不再其位，大荒分崩离析，
所以白岩大人也丧失了神识，不得已以真身为息于世间。娘，你能听到吗？我是小乔，我回来了。回来，灵儿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？只要白泽令修复，大荒重整，你娘就会回来。为什么都不告诉？那个时候你年纪太小了，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该让你如何接受这一切。若非经历这一切，寻常人确实很难接受。但白九有权利知道真相，他虽然年少，但远比同龄的孩子成熟。我相信如果当年司徒大人如实告知，小九会理解的。若是早点将真相告诉我，或许我就不会被温从宇利用。是爹对不起你。我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是我伤害了你。你们都真心对我，我却辜负了你们的心。小九，小九，你长大了，父子之情，朋友之意，是非得失，你可以自己感悟出来的。错了没事，只要你担得起长大的代价，尽量弥补。乌鸦及时回舟，依然是一片灿烂的晚霞。司徒明，窝藏重犯，你可知罪？本想抓赵远舟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赵远舟啊，无论你躲到哪里都是徒劳无功的。你太小瞧我们重武营的妖气追踪之术了。的确，你们是真的狗。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快。以卵击石。杀不死又是要换人。赵远舟，想想办法。
你的妖法对这些幽皇人和剑都没用。我这捉妖剑专门捉妖剑行，岂能是你控制得了的？赵远舟，别浪费力气抵抗，束手就擒吧。大妖的树干，赵远舟，现在距离封闭你的五感之刹最后一步，我只要用银针封闭了你的触感，一切便可大功告成。师父，为什么封闭了五感就会让妖怪吐出内丹？封闭五感，肉身会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坛子，内丹自有意识，就如同溺水之人强行挣扎一样。而且赵远舟的体内有不禁，封闭五感后烈火会灼烧全身，苦不堪言。赵远舟，这最后一针已经完成，你快吐出你的内丹。赵远舟，赵远舟，直接拿下，强取内丹。
真进来玩呀，玩呀，公子。这不是天都城外在上你的梦吗？真的是卓一辰大人啊，什么风把他给吹来的？我今天没喝醉吧？卓一辰，姑娘们快过来，卓一辰来逛天香阁了。你别这么大声，我不是来逛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啊，我懂我懂，小声低调。姑娘们，荣华富贵就在眼前，过来呀、啊，快过来呀、啊，卓大人来找人了。卓大人，琴棋书画全拉弹唱，样样精通。卓大人果然如同传说一般俊俏，红尘痴白的。卓大人，卓大人求见。卓大人，好好。小姐。妈呀！夏晴，还好你来了。哎，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要不是因为我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哎吗？啊？要不是我，刚你们咋了？有股香料的味道。是那位跳舞的姑娘吗？确定，味道消失了，在这儿找。是他。分头行动，东西合围。好，走走。哎，姑娘，姑娘想留步。姑娘。姑娘，在下失礼了。跑了！小骗子！对了，对了，你要撒的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跑的这么慢？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回来！天哪！行，怎么是你？你还敢问我？要不是因为你是崇武营的细总，才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裴姐姐，是我错了。裴姐姐，你受伤了。骗子！叛徒！你不是裴思琪，你是欧一。你站住！区区小妖，竟敢拦本大妖的去路！我马上就离开，我回大房，我把他也拉走。文霄，小竹，是我呀。哎呦，不对！哎，小哲，看着啊，看着我！哎哎，不是。